好，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个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装置很多，但是自己的装置要交换一些包括档案啊、超连结然后文字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在这个装置看，有时候在那个装置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的资讯怎么统合在一起？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叫 push button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可以帮你跨平台的资讯档案连结呢。就在用传送的方式传过去，传过去，所以你随时以后要找就可以。它有 APP，也有什么，也有就是网页端的。所以如果今天假设，我在这边，假设我是看网站的，好了，假设我发现说，我们这边，好，我找到这个网站，那我发现说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想要把这个网址就丢到我的行动装置上，或者我别台电脑，我可以从这边。直接找到我叫 push button 有没有？这边进来，那这个是有装了一个 Google 的 APP 啦哈，Google 也有 APP 在这边，它有一个叫做扩充，有没有扩充功能？你点击这个进来，这里有扩充功能。那么实际上呢，各位如果您直接从我看一下，您直接从这个 Google 的首页，我记得也有，您如果这个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应用程式商店有没有？这个不是 APP 哦。这不是 APP，是专属 Google 这个浏览器用的，专属 Google 浏览器用的，您就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找一下。我用这样找，应该就是什么？有没有？这些就找到了。那因为我已经安装了，好，已经安装了。好，那你可以注册一下。假设我要把这个网址传给别人，或者是别的那个，就是我的其他装置。我就从这边按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它把这个标题抓下来，网址也抓下来了？那它有分几种？一个是什么？很单纯，就是一个讯息的，这个是超链接，还有什么？这个叫做附件的，对不对？夹带档案的，还有一种就是代办清单。比如说我有好几个事情要交代，可能我要转到我的什么行动装置上。那请问你在行动装置打字容不容易？应该没有人。比在那个行动装置上打字吧，对不对？以前有比赛过那个手机输入，但是那个气味闹丢，哦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。那如果你选定好是谁之后，比如说我这个我要送给谁，我就从这边去选。这样你了解吗？假设我想要送到这里来，我的手机上，我就只这样 push。我的手机如果连上网络的话，那它就会收到。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。它就会收到，你在里面就可以直接点来看，这样了解意思哈。那当然，你手机必须要安装，好，必须要安装哈。那这里呢，如果你不想要用这样，也可以到他们网站去的哈。比如说我这样子，我也可以直接到他们的网站去，他的这个叫做网站，直接进到他们网站去，你自己去设定。那你传送过的记录一样会出现在这里。一样会出现在这，只是这个我通常把它比较定位在就是自己的装置之间彼此互相传递。相对的，你手机上有浏览过的，也可以通过分享，看你是要分享给电脑端的，比如说浏览器，它进来就会有一个，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传的有没有？清单就在这里的，好，清单在这边。那么我在这个上面的，我在我手机端的也会收到，给您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我已经收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是不是就不用那么麻烦？还要什么打超链接或自己再 Google 一下？虽然用讲的也可以啦，但是总是比较不好意思嘛。因为有些网址你不是说单纯那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的，所以我在这边就可以直接这样去弄，比较快哈。所以这边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，事实上它也可以，包括你从左手边这边有没有？你如果是不同人也可以啦。除了装置跟人，它都把它当做是一样的。啊，一台电脑有 Google 浏览器，有什么行动装置，有火狐，有没有？对，都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给大家看一下，有这样的东西，你可以去做管理，好吧？来，我把画面还给你，你可以找一下那个关键字就好了。